们今天晚上就来住我们的天佑大饭店。我们先去 check in 吧。温馨的饭店。对啊，好好的休息一下。好，走吧 ，Go。走。欢迎光临。哎 ，Hello。对，我们要去 gay 吗？是的，我们去 gay。小姐，请问要双人房还是单人房？双人房。双人房哈。嗯，好的。是的，那麻烦证件借我们先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想请问一下，在天佑饭店这边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？我们天佑饭店刚好在我们高雄市中心哦。我们前面就是那个西门那个新学乡，类似台北的西门町。OK。哎，那旁边就是六合夜市。哦。那走路都五分钟就到了。哦，那么近啊，好方便哦。对啊，那而且捷运前面还有一个中央公园。哦。那如果我要去爱河呢？爱河也很近，爱河走路差不多十五分钟，前面就到了。从这边吗？对对对。那大立精品百货也在这边。哦。OK OK。我们都刚好都在。我是要逛精品，还是要去走走？走走。或者是我想逛吃东西呀，夜市。都在这里都有了耶，是耶，好棒哦，太好了，耶，不怕无聊了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们的新学乡就像台北的西门町一样，哎，都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，对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那我们现在赶快上楼领个房卡，好，对，谢谢你，我们赶快上楼放行李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冷气开到最大，我们运气就是要躺在这里，好舒服。等一下再去逛逛吧。是啊，那个浴缸，这是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一起泡吗？那我们等一下就去买一个那个泡脚布。真的一定要去看看，去逛逛。而且我刚刚有听闻这里面都有 WiFi 哎，真的吗？对，所以我等下 iPad 的话，我晚上就不用看。那我可以把电脑拿出来喽。没错，耶！等一下就可以 po 文，晚上可以无线上网，免费，多贴心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真的，好好的，那我们整理行李喽。